那你准备好就数三二一吧。我自己倒数是啊，我吧？来吧，那我来倒计时吧。行。行。那我从三开始啊，然后三、二、一，Go。啊，然后这个是蔚蓝的 mod 图，并不是官图，然后是一个流程非常长的爬山图啊，叫水熊山，也是在2021年出的，应该我没记错。然后一上来没是开序音，章画风，序章画风。然后这个皮肤啊，这个是 mod 啊，皮肤是 mod。然后一上来这些技巧都是 mod 里面非常基础的技巧，比如说 hyper、super 啊，这没有 super，就是 hyper 还有柱子跳啥的。然后因为是 any 速通，所以草莓是肯定不拿的啊。好，这样就来到了250米啊，并不是500米。然后250米是六张画，就官图的第六张画风，有那个凯文快、羽毛，还有 bumper，就是好，这边很快就来到最后爬山段了。爬山段有那个激光啊，这个基本没有什么影干扰。前面的流程在 mod 里面都算蛮简单的啊，就是可能会让人感觉到一种错觉，就是这个 mod 是不是不难啊？好，然后到500米，500米是官图第一张的画风啊，有那个红绿灯激光，还有一些硬币啥的。这里从机关上开会之后，速度会很快，因为借了那个机关的惯性。这个蔚蓝里面的动量保留是做得非常可以的。刚刚这里机关必须得搭过去，然后再碰那个紫球，否则会紫球会直接丢到片上去，比较挡。这边的那个缝是最准的，不用按方向键。它里面这种如果一旦带缝的，基本都是有对准的方法的。好，然后750米是突然来了一个岩浆画风，这个岩浆块也是啊，就是在弹出去一瞬间，hyper 有会加一个惯性，会更快一点。这里也是要下冲之后立刻跳，借一下那个机关的惯性。这里要追一下这个弹簧。啊，这边飞草莓肯定是不吃的，就不用管它。然后这个 mod 里面有非常大量的顺弹和半顺弹，就是意思就是碰到弹簧之后要立刻弹，或者要很快的时间弹出去，有大量的后面能看到，这里已经有一点雏形了。
这样就来到了应该是1000米。第二张的那个关图，第二张的画风就是果冻，然后这里需要大量的使用那个果冻 hyper， 就是出果冻在四帧内，就是出果冻的狼跳时间内搓一个右下冲的大跳，冲着大跳，不需要冲着大跳，就是右下冲带了一个大跳就行了。然后这里这个斜角是可以钻这个果冻的，它这个是对准的。几乎所刚刚是出果冻的 hyper 接一个右下的，我们这个未来你们叫 ultra， 就是右下冲是可以继承这个速度，并且还可以就是叠加速度，有这么一个特性。后面遇到再详细说一下。好，然后1250米临时增加了一个官服没有的东西，这个叫反弹果冻块。或者叫白果冻块，这个是，然后再加上冰，这个果冻是你往上冲刺之后呢，是把你往外弹出去啊，但是也可以做出果冻跳和果冻海粉啊，注意的。然后这里是上路和右上路都要去啊，要拿两把钥匙。好，这边是有一个进路，直接蹭这个冰墙。这个冰墙虽然看上去是碰了就死，但是实际上可以蹭墙，可以脱皮。好，然后这边开了两扇门之后呢，要做一个果冻 hyper 的连续 ultra 才能过去啊。这边的距离非常远。1500米，1500米是官图的第四张机制，然后一上来有一个教程，内容是国内圈里叫人间大炮啊，具体是在冲刺碰到那个弹簧啊，不是弹簧，那个泡泡的一瞬间搓一个 super 或者 hyper， 可以瞬间发射出去，并且保持充能。具体原理是利用了这个平台的狼跳性质，就是有个狼跳时间，然后这里要利用这个机关跳这个果冻跳，然后这里不拿草莓就直接走就行，拿草莓要提前上冲。好，这里非常帅的钻了一个缝啊，这个缝是用了官方自带的一个叫下蹲冲刺的按键，这个是国内最早，国内的一个速冻选手叫 Game Dash 最早发现的一个冲刺方法，然后官方把它，相当于是转正了。然后这里最后是冲刺后的那个快，有一个叫抓脚加速的一个技巧，然后圈内简称 CB， 后面也会经常遇到。啊，对对对，叫 Demo Jameson 啊。都过了，然后纪晓名字被称名为 Demo Dan。 好，然后1750米是一个第四章的加时赛啊，是加了大量的顺风逆风。对，刚刚这最后这个也是 CB 啊，顺带一说，这个 mode 里面的 CB 是要比官方的那些图要简单一些的，它这个快有专门的修改过，就是 CB 会更容易一些。这里啊，这个是这个地方有点恶心的，这个地方是进果冻瞬间人间大炮，然后
的果冻票，人家那报的果冻票，但是这里应该能投资。应该是直接修改了果冻那个方块的一个性质，具体我不是特别懂，反正结论上来说就是 CB 更简单了。BGM 突然停了一下，虽然也不知道为什么。这边从左边直接上去就行了。好，然后到达2500米，哎呀，没有注意到这个 MOD 作者把一个官方的画风给跳过了。好，这边是官图的第五张的机制，就是红泡泡。还有那个冲刺机关块，然后这个泡泡蹭到那个墙或者是地板的时候，也是可以做对应的操作的，比如说蹭墙跳或者是大跳。哎，哦。这个 bunk 的音效也是 mod， 是磕头的时候会有这个音效。这里是利用了这个机关的，也是机关的加速。这里是双加速吗？没注意。是的，双加速是这样的，就是你在借用第一次那个机关的速度之后，在应该是九分内吧，然后再冲刺或者是做出第二个操作，可以再借一次操作。哇，这里帅，这个臂力。前面直接打起来没有那么难，会给一种错觉，这个 mode 是不是比较简单？好，然后这个第五章的加时赛啊，2250米是第五章的那个黑暗画风，就是有大量的这个星浪。这里基本上都是对准的，就是你只要在合适的时机冲刺的话，你是能刚好踩到这些冲浪的头的。可以啊，这个就
好，然后这里出现了这个啊，好吧，这里变成篮球了啊。然后这应该是唯一没有抛接的吧，我忘了。山顶啊，但是注意一下骑术啊，60级。然后这边有大量的瞬弹，这里全都是瞬弹，或者是就是弹出去一瞬间就要冲出来。这里是逆风的五体力跳，手感非常难受。来，顺带拿个宝石，可以的。这边做了个对准，这里要扒一下这个徽砖的侧面，扒徽砖侧面之后，徽砖的消失时间会变长，利用了这个机制。大量的下风无体力跳。这里利用了下风踩刺啊，就是下风的一瞬在那个预输入跳的情况下是不会碰到这个刺儿的叛逆框的，利用了这个机制。这里往左是有个草莓的，但这里肯定不能。然后这个棋很奇怪，我初见也感觉很奇怪，就是左边有一条路可以直接上去。这边是上风羽毛，这个没玩过的可能觉得这个很简单，实际上这个手感很糟。
好，这边上风段结下啊、对上风段结束，然后来到无风段啊，这个四十期开始，这边也是大量的顺台，所以也有人戏称这个 mode 图叫顺台山，全是顺台。这边是一个粉云的一个连优啊，然后这里这个单板是过去之后呢是可以踢一下的，踢一下的。这边第一个泡泡是直接踩一下直接过去，第一个泡泡其实是用来拿右上那个草莓的。然后这个棋是走马灯啊，就是之前所有机经历过的机制啊，都来一个。好，这里是一个小的偷鸡路线。还以为后面是三十期是吧，并不是啊，中间有一段上月球的过程。好，来了啊，这个是刚过一半，流程刚过一半。从这里开始难度就是怎么说呢，有种突增的感觉。其实前面那个山顶那一段就已经很难了，然后这边难度会进一步上升。这边的岩浆块是有一个小技巧叫岩浆块大跳，就是在岩浆块弹出去之后四针内搓一个 super 或者 hyper 是可以有个非常大的一个大跳的。这边水是纯石机火，纯石机火，这刚对了一个缝啊，用滴滴钻过去的。
好，来那个水母抛接了 ，BGM 起。这边使劲玩下来，感觉手感不是很好，它摆的这个。然后这里顺带一说，之前一直没解释的一个小技巧，叫超级弹或者叫超级炸，是在被弹开或者被炸开的一瞬间，按那个远离爆炸源的那个方向，会炸得更远或者弹得更远。这里在前面扒到那个长条的时候，不要把它扒掉啊，要不然它就会直接下落的就过不去了。这里所有泡泡都是因为有下风的原因，必须得在飞出去之后立刻冲出去，否则会撞破。这里是站在那个岩浆块上，恢复充能，同时借了一下那个岩浆块的那个惯性。然后刚刚是有一个特性，这个是游戏的一个特性，就是凯文快把你压到那个闪电的时候，会把你穿过去，就你会瞬移到那个凯文快的对面，这是游戏的一个特性。好，这来到上风段，这里是十级火，这里抓水母的时候注意一下，不要让还出现一个向上的惯性，否则会水母就消失了。这里的所有的缝都是利用撞击的方式啊来对齐的。哇，这个滴滴可以的。这边一样的，这些缝都是利用撞击对齐的。依然是顺弹啊，非常恶心。这是连优。当你以为后面全是旗的时候呢，突然进入了节奏面啊。然后这里利用了一个节奏块的更新技巧，就是在节奏块出来之后，
你覆盖在那个节奏块出现的位置的话，节奏块是不会出现的。然后你离开节奏块的一瞬间，节奏块就会出现，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机制啊，来做一个踢墙的一个操作。对，这里也是利用的那个岩浆块的更新技巧。哦，我刚刚是不是把节奏块说成岩浆块？不过顺带一说，岩浆块确实有更新技巧，跟这个原理是一样的。这边全是半顺弹啊，非常难受啊，顺弹或者半顺弹。这面节奏快会非常快，这里利用了一个叫 cassette boost 啊，或者叫节奏快加速的一个技巧，是节奏快出现的一瞬间，你在这个节奏快上起跳会有一个向上的动量，会叠加一个向上的动量。然后突然就要跟马德琳大战了啊 ，Deadline 大战了。BGM 是不知道出自哪里，应该不像原著，我不知道。好的，再一个。哎呀。胡子泰拉瑞亚的，完了。对，顺带一说，从应该是或者说是从前面开始，就是加德兰就脱离这个马德琳的身体了，所以全是单冲。对的，本来水晶是有用的。这段追逐战结束了，好，
从这开始恢复双冲，然后爬最后的9000米啊，最后十级。这里是鸟丢出去的一瞬间啊，有一个惯性可以叠加这个凹口。这里要玩弄这个凯文了。这里最后利用了这个很像的一个双加速，机关双加速。那个电网里的钥匙不用管，那个是拿草莓的路线。这边是连优，反正这里面连优和 CD 啊啥的，这些都是非常基础的技巧的，这不会这图根本打不了。非常爽的一个啊，这个非常非常清脆的一个，哎，我在干嘛？忘了。这一期是有点长啊，有点长，而且能看出来啊，这一期是仿的哪一段啊？对，关图某一段超级加强了。
最后这两个瞬弹是真的有点难崩。哎呦，吓人！最后这段虽然没什么压迫感了，但是其实这段也有点恶心。好，你以为结束了吗？PB 了，好，太强了。PB 了是吧？可以，感觉全身没有怎么翻。叽叽叽叽。失误挺小的。我看一下，头后还没反应。那就基本上就没什么了嘛，然后下一个就是初见的竞技嘛，初见竞技，你记得把马力调低啊 ？OK。在线？不会吧？哎，那个图谁做的？你们知道吗？不知道。等一下，我看看。这播出来声音又传进来，应该不是同一个，是我们的。